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这两天，云南朱总来找我，还有一些国内外的道场，也来找我，谈到一个问题，传统文化要怎样才能恢复？佛教要怎样才能延续？这是大问题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我们细心观察传统文化到今天，确确实实是存亡极绝的边界了。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把这个经延续下去，下一代的人想延续都没有机会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四大古文明最后的这个也要在世间消失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最近这个十年来的努力，把这个作为中心，我们真正明白了，真正认识了，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的危机感。那么这也是有特殊的缘分。我有机会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所主办的世界和平会议。参加了很多次。我们在大会做主题讲演，讲中国过去几千年来如何营造太平盛世，如何营造人类幸福美满，这些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在联合国做报告，会友们听到了欢喜，鼓掌。我们会后，很多人就问我，说法师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，这个做不到。这一个提问给我是当头一棒，把我打醒了，我才知道危机的核心在什么地方，才发现了信心。真正危机的核心是信心。对古圣先贤
对过去所有成就全部抹杀了，不相信了。啊，那今天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世界？啊，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安定和平，找不到方法。啊，可以说是参与联合国大会的人都是全世界每个国家的精英，这么多人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没找到啊。啊，这个世界的冲突频率年年上升，严重性是每一次比一次扩大。啊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。啊，所以我就晓得恢复对祖宗的信心重要，恢复对过去人的智慧理念那种方法，这个重要。如果我们对这些都不相信，都打了疑问在上面啊，自己拿不出方法，这个世界眼看着走向末日。啊，这桩事情大家都看到的。啊，我被会友们的警告，我接受了，我认真去思维，如何帮助他们建立信心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心目当中全是科学。啊，科学最重要的就是怀疑，然后拿证据出来。啊，他才会相信，他才会认真去研究，认真去探索。啊，所以过去我们在汤池小镇啊，用中国传统文化做实验，看看在今天还有没有效果。啊，没有想到3个多月成效卓著。啊，我跟每一个老师都感觉到非常惊讶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的传统文化丢失了200年。我们最初估计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，大概总要做2-3年才能看到成就。没有想到3个多月就看到这么好的成就。我跟我们所有老师说，我们千万不可以骄傲，不可以自满，这个成就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。啊，但是成就摆在面前，这是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。啊，感谢汤池小镇所有的居民啊，48000人的合作才做出成就出来。啊，哪里是我们的功劳啊。啊，千万不能自满啊，不能骄慢啊。啊，我们要认真继续努力啊，要谦卑，要懂得尊人。啊，那么成这个成就，我相信也是祖宗之德。啊，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到联合国做报告。啊，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啊，做了
三天展览，啊，8个小时的报告，啊，这一次活动办得非常成功，啊，联合国邀请我参加主办单位，啊，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权利争取到8个小时报告，啊，争取到3天的展览。啊，当时驻联合国的使节192个国家地区，这些大使们都听到了，都看到了，而且都有意愿到汤池小镇去考察，去参观。啊，虽然这个意愿他们没有能圆满成型，但是我知道就有30多个。啊，这一些大师们，他们用私人观光旅游这种方式，啊，到中国大陆到汤池小镇去参观考察，啊，在那里住了3-4天。真相信了，这才引起他们注意啊！啊，古老的东西有效啊！啊，不通过实验不行，一定要通过实验。啊，我非常感激，那是2006年的事情，一直到今天，联合国念念不忘。啊，我非常感谢。啊，最近这几个月来他们又来找我。啊，许多国家的代表。啊，驻这个教科文组织的。啊，世界。啊，跟我见了面。啊，问我这些工作是不是继续还在做。啊，希望我呢再能到联合国去做一次报告。啊，就办一次活动。啊，我告诉他们，上一次的活动我有汤匙做报告啊，如果我再去办个活动，我没有东西报告了。啊，但是很巧，澳洲图文巴士，这是个小城市，啊，但是在澳洲是大城市，因为澳洲人少，啊，抵达。这个城市居民只有10万人，但是它有80多个族群，有100多种不同的语言，10几种宗教，所以它确实是个多元文化。啊，大家生活在一起，啊，由于宗教团结，宗教带头。啊，互相包容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让这个小城呢变成一个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。啊，多元文化就意味着多元种族、多元宗教，啊，多元思想，啊，信仰。啊，能住在一起，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啊，和谐示范城市。啊，政府支持。啊，市长参与。
啊，这些宗教领导人来找我，告诉我他们有这个意愿。啊，他们知道我过去在汤池是做一个小镇，现在我们做一个城市。我说好，如果一年当中做成功，我说我同意陪同大家到联合国办一个活动。啊，联合国非常希望我们去。啊，那么这就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什么，一定要知道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孝，全世界其他族群里都没有。啊，有，没有中国人这么重视。啊，所以孝是中华文化的根。啊，从哪里来的呢？五伦第一伦。父子有亲啊，这个亲爱。亲爱表现是父慈子孝。啊，孝这个字，这个符号是会意。啊，上面呢是个老字，下面是子字，合成一起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前辈祖宗跟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代儿孙是一体的。啊，这是孝字的本意，一看就看出来。啊，用现在哲学里面话，这就是一体的宇宙人生观。啊，在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意思更深。啊，不但祖先跟我们后代是一体，佛法里面讲，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。啊，所以大乘佛法的那个爱是没有边际的，没有分别的。啊，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无缘是没有条件的，爱是没有条件的。啊，悲是怜悯，怜悯苦难众生，他跟我是一体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有苦难，我必须要帮助他，啊，帮助他化解，帮助他恢复幸福美满，没有任何条件。啊，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。啊，跟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完全相应。所以佛教到中国立刻就被中国朝野欢迎接受，啊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。今天谈到中国文化，大家都讲儒释道，啊，那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？现在不认识了，啊，不相信了，这是我们的危机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文化能不能沉传下去最主要的原因。如果我们有这么深重的误会，不认识它，漠视它，啊，让它在我们这一代消失了，下一代就完了，就灭亡。
啊，灭亡了与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可大了。你不相信因果啊，那你就是完全是从唯物观念来看呢，地球毁灭了，太阳系毁灭了，银河系毁灭了，自然现象。啊，可是中国传统的看法跟佛法的看法不一样。佛法讲生命是永恒的，物质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灵性，这个东西不生不灭。啊，你如果不相信，我问你，你做过梦没有？你有没有做梦的经验？都有。梦中的经验是唯无的经验，是唯心的经验，你们想想看，梦境是唯无还是唯心？啊，梦境不是物质啊，与唯无不相干啊。啊，现在人说梦境是下意识，那下意识它不生不灭，它不是物质啊。啊，所以儒释道都讲有来世，儒释道都讲有轮回。啊，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，生死掉了，那灵还在，灵到哪里去？灵到魔鬼畜生地狱，日子可不好过了。啊，头一个罪名就是大不孝，不相信祖宗，不尊敬祖宗，把祖宗这么好的东西给了你，你不要，你把它糟蹋掉了，啊，乃至于毁灭。这个罪不就是阿鼻地狱罪业吗？这个太可怕了。啊，那现在人不相信，这是迷信，这是宗教。啊，这不是真的，是骗人的。啊，那我告诉大家，受骗的人有福了。聪明的人要去地狱受罪呀！啊，相信的人也服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不敢造这个业。啊，大乘佛法，他的根是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大乘佛法的根在此地。尊师重道是中国人的美德啊！古人说民之本曰孝啊，孝这个字中国人非常重视，他说这是德之本，是人之本啊，道德的根本是孝，从这来的。做人的根本，教学的根本叫什么？就是叫孝啊。所以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道德的文化，孝文化啊。孝是什么呢？爱自己的父母亲呢、啊，这不是学来的，这是天性啊，本性 啊， 啊，中国的教育啊，古圣先贤知道这个事情啊。为什么要教？教育第一个目标，希望把这个孝德啊，孝亲之德，这个亲是亲爱啊，如何能一生保持而不变？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啊。第二个目标是把这个孝亲这种大爱
发扬光大，啊，能够爱他的兄弟姐妹，啊，爱他的长辈，啊，他的祖父母、曾祖父母，啊，叔叔伯伯的家族，啊，爱你的家族，爱你的邻里乡党，爱社会、爱国家、爱人类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，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啊，敬是中国中华文化的本啊。我们用植物、用树木来做比喻，这是根，这是本啊。啊，敬是什么？敬是对长辈、对老师啊，对一切人要孝，对一切人要敬。啊，所以孝是天之大敬，地之大义啊，落实在孝亲尊师啊，这两个是代表发扬光大呢，人人都是我的亲。佛法里的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扩大了，一切众生皆是我的老师啊。孔子知道三人行必有五师啊，三人行是自己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都是我的老师。善人我向他学习啊，他好的地方我跟他学。恶人呢，我看他在作恶，提醒我反省，我有没有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他也是我的老师啊。你看中国人人人是老师，人人都要敬啊。普贤菩萨深愿第一个离敬诸佛啊，祝福是谁呢？一切众生皆是祝福，对一切众生的敬就跟敬佛一样的敬啊，没有差等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讲到教学啊，汤恩比称中国孔孟与大乘佛法是非常有道理。他认识，他明了，他不迷惑，他识货啊，知道这个宝，这个宝能救世界真正能救苦救难呢，中国有啊，啊，要到中国去挖宝啊，全世界都能得救啊。大乘佛法的具体表现的是《华严经》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层啊，善财心目当中人人都是我的老师啊，他向每个人学习，他最后成就了，成佛了啊。这就是所谓的取人之长，学人之长啊，去人之短啊。我在别人身上看到短处错误的，我自己反省有没有，有赶快除掉改掉啊。所以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啊。那么中华传统文化四个科目，无论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、事业
千万年年前所传授到今天，就这四样东西啊，好记呀！啊，所以我深深相信，我们的这种好的文化，啊，不止五千年。说五千年是有文字，啊，文字是皇帝时代发明的，到现在还不到五千年。但是没有文字，不能说没有文化。啊，老祖宗用这四个科目来教人，啊，肯定一万多年之前就有，就存在。啊，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非常深厚啊。无论是讲关系，啊，关系严庄严整齐，一点都不乱了。啊，像一棵树，啊，从根生本，从本生干，从干生枝，从枝生条，啊，从条再生梢，啊，才生叶，才生花果。啊，再大的树，庄严整齐，一点都不乱。啊，伦常是讲人呢，人在这个世间也不乱呢。啊，你看他有父子，啊，关系讲最亲的父子。啊，再次一等叫二等亲的时候，兄弟，啊，兄弟姐妹。啊，这个是在家庭里面。啊，家庭外面是社会。啊，社会里面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君臣。有朋友，啊，家里面还有个重要的夫妇，啊，夫妇组成一个家庭，才有父子，啊，夫妇有别，别是不同的任务啊。啊，夫妇的关系要懂得了，夫妇的关系要处理得很好啊！啊，不能随便呢、啊。我们这个地方揭露了《群书之要》360里的第19，啊，第19段，孔子家语卷10。里面一段文字，啊，我们在这里念一念：习三代明王之必尽其子也，该有道也。啊，三代是夏商周啊，商汤、夏禹，啊，周家的文武对妻子的尊重，啊，尊敬。有道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什么道理呢？他懂得是妻子，妻也者，亲之主也。这个亲是什么？亲是祖宗啊。啊，妻主内政。相夫教子啊，他太重要了。啊，他担任的是育幼、养老、祭祀祖宗。啊，像一个国家了，他是内政部长啊，也可以说他是宰相啊，他多重要啊！啊，你怎么能不尊敬他呢？啊，子也者，儿子要尊重他，为什么呢？亲之后也，后代啊，我祖宗的后代啊，
那么有他，我们家后代就完了。啊，是干部经验，对于妻子的尊敬啊，啊，爱护啊，当然这里头要好好教导他，特别是儿女，对，敬业者呢，敬身为大。这敬身，我们今天讲自爱呀，啊，为什么？你看你的身体，亲之之也。啊，是父母的分支啊！你要不尊敬自己，不爱惜身体，你是大不孝啊！你怎么对得起父母啊？啊，不能让父母丢人呐！啊，不能让父母在社会上不能见人。所以自己要争气，自己要学好，有德行，有学问，对社会有贡献，别人赞叹你父母啊，父母好，你看教好这么多的好儿子啊，我们社会大众都沾他的光，这父母的荣耀啊，这叫孝亲呐。啊，所以这干部敬业这一条的敬，是敬自己。啊，对自己要自重自爱，说不敬其身，就不尊重自己，不爱自，不知道自爱的人，是伤其亲也。现在的社会到处能看见，你看父母多伤心，父母多难过。啊，伤其亲呢，是伤其本也。连祖宗都难过，连祖宗都感觉到羞耻。啊，那孝就没有了，敬也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真正懂得孝的人的时候，他一定自爱，爱人。啊，爱人从哪里爱起？从自己妻子爱起。啊，所以不敬其身，是伤其亲也；伤其亲，是伤其本也。伤其本，则志从而亡，最后的灭亡。三者，这三者就是自身、妻、儿女，这三者，不行之相也。啊，今天讲，人民都在看重，都在效法，都在学习。啊，你上面不知道自爱，人就不自爱了。就身以及身，啊，只剩自身。我们要自爱，哎，以及他身。我们能自爱，就能爱别人。我们爱自己儿女，就会爱别人的儿女。我们爱自己的妻子，就会爱别人的妻子。说君，是国家领导人，能修此三者，自爱。啊，爱妻子。爱儿女，天下人都跟他学，这大化开于天下了，这开始深广的教化了啊，这才能教化天下众生呢啊，治国平天下那个根就在此地啊，那个根要晓得从自爱开始，人不自爱就完了。人不自重，不知道尊重别人；人不自爱，不晓得爱别人。啊，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从自己开始。啊，自己做不到，希望别人做到是假的，一定要自己做到，
然后别人效法。啊，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。要时时刻刻念住，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，唯一有责。啊，我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想一想，天下人都跟我学，行不行？如果不行，不行就不能想，就不能说，就不能做。啊，如果行，我们就可以想，可以说，可以做。啊，可以真正肯定祖宗之德，祖宗的智慧，祖宗的德行，啊，祖宗的理念，祖宗的那些方法，那种经验是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我们守住，天下大治；我们不要了，天下就乱。啊，这很简单的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不要，不要就乱。你要，要就大致。满清过去入主中国，啊，少数民族，这在东北，啊，他进入中国的军队不过20万人，统治中国将近300年。啊，他靠什么？他就靠中国传统文化，他完全接受了，认真学习，而且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。啊，乾隆、雍正、啊、康熙这三代，中国的国力是世界第一，没有任何国家能跟中国相比的。啊，靠什么？靠中国传统文化，靠孝亲尊师，帝王自己带头干，啊，上行下效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肯定无论无常、四维、八德这四果。传承万代啊，不衰不变啊，超越时空啊，啊，是为心得大道。存于心，这就是道；行于事，这就是德。啊，你真正把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真的得到了啊，这个德，道的这个德跟德势的德了相通，意思也相通啊。你看修道你就有德啊。五常后面我们会都会介绍到啊，那么在佛法，这无常很重要。中国传统里面，悟人最高的境界是一家。啊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家人。相亲相爱，在佛法里面，佛法的伦常关系是整个宇宙一切万物跟我是一体，这个意思就更深了啊。无常跟佛法的无界内容完全相同，啊，无常是仁义礼智信，仁不杀生，义不偷盗，
理不邪淫，啊，智不饮酒，信不妄语，啊，从五轮再展开就是十善。无量寿经上讲得非常清楚，啊，把不饮酒这一条开为不贪不嗔不痴。诸位读经就知道了，啊，中国老祖宗有这四颗，佛也有，啊，佛有十善，佛有六合，有六度，啊，有普贤十愿，啊，十愿里面特别着重前面四条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啊，礼敬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对一切众生都要恭敬平等的。称赞呢有差别了，所以称赞不说祝福，说如来，啊，这名词换了一下意思不一样，祝福从相上说的，如来从性上说的，就从德行上讲的。那称赞，你有德行我称赞你，没有德行不称赞，啊，但是礼敬呢，你有德行我礼敬你，没有德行也礼敬你，这个不分别的，啊，所以称赞有差别，啊，这个里的意思很深，啊，称赞你有好地方称赞，别人向你学习，那不好地方也称赞，那个就不行了，就不可以了，违背道德的不称赞。啊，违背佛陀教育的不称赞，啊，随顺的赞叹，这个赞叹，不随顺的不赞叹，啊，所以底下一句说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，这是根。从根上讲，教育是文化的生机，这是本。这个根本就讲到教学了，教学的根，教学的本，啊，教业者，长善救其舍也，这《礼记》上说的，啊，教什么？要教他长善呢，啊，对善要进步啊，啊，试试故事啊。过失要帮助他改正过来啊，要救他的事啊，啊，这叫做教。啊，现在的教育，啊，到处也都学校很多，但是没有长善的教育，没有救世的教育，啊，所以世界会变成这样子。啊，那我们这个长善救世的教育，是对现在人有没有效呢？有效。我们试验成功了，我们在汤池，你看，不到三四个月的试验，就成功了，啊，所以汤池给我们的经验，我得到是两句话的结论：第一个证明了祖宗所说的本性本善，《三字经》上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证明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第二个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是，人是很好教的，不难。啊，我们才浅浅尝试了三个多月，啊，汤池镇的人民良心发现了，不好意思做坏事。啊，做坏事他有惭愧心，啊，对不起良心。啊，
怕外面人批评，所以他自然就有所自己。啊，这个例子很多啊，诸位看我们汤池的报告，你就看出来呀、啊。啊，很多这些例子，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修道怎么教法？修道就是教。啊，所以我们不修，你就没法子教。啊，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，教别人先要教自己。啊，佛家讲修行，先是行为。行为都能和与道相应，这就是修道，这是真正教育啊！真正教育是用身教啊，不是言教啊！啊，言教他不相信啊，自己真正做到了，他相信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带头。啊，故安身立命，教学为先。啊，如何教我们的身能安？啊，我们能过得健康，过得快乐，过得幸福，过得美满。啊，那中国古人讲的两句话重要了，格物致知，这大学里头说的。啊，物是什么？物是欲望、物欲。啊，物欲不能不要，但是不能过分。啊，不过分有益。有益于身心，过分了对身心都有伤害。啊，所以对于物欲要知足，那知足就常乐啊，常乐就是安身呐。啊，智是智慧，智慧是本有的。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啊，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。说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我们物欲欲望太多了，智慧就没有了，完全被它盖覆住了。如果我们的欲望的时候越来越淡薄，智慧就越来越成长。啊，所以物各了啊，智慧就现前了。物各而后知至啊。智慧就现前了，这一定的道理啊！啊，人的心淡薄，人的心清净，他看东西、听东西，啊，观察一切事物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他看得清楚，他看得深，他看得远。啊，各无就是放下。智知就是看破，在大乘佛法的名词，各物是智，智知是观，智观。啊，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这是修行要从这里修起，你不从这个地方修起，底下
诚意真心就是假的，你决定做不到啊！你没有诚意，没有诚意跟佛菩萨不能有感应啊！我们今天学佛必须承认自己是凡夫，啊，千万不要自命为再来人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凡夫就得从头学起，不能插班。啊，各无知之不要，我来学诚意真心，学一辈子也没学到。啊，诚意真心假的。啊，诚意真心在佛法里就是大菩提心的。啊，所以这八个字是关键的。啊，人生最快乐，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心里头无忧无虑，无有牵挂啊，身体健康快乐，这真正幸福啊。幸福跟财富没关系，幸福跟地位没关系，幸福跟名闻利养没关系，这一定要知道啊！在中国标准幸福美满的人是谁啊？孔夫子、孔颜啊，孔子、孟子、颜回，这真正幸福的人啊！在佛法里面是谁啊？释迦牟尼佛，这些菩萨、阿罗汉、祖师大德是世间第一等幸福的人啊！我跟方老师学哲学啊，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哎，你能够学他，那是人生最高的方式享受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把名闻利养全丢掉了，他不是没有，他有。啊，他父亲是国王，不出家他继承王位。啊，不要王位了，出家去，去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真智慧。所以各无知之诚意真心落实在教学为先，得有人教啊，没人教不行啊。啊，老师真善知识啊，我是接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啊，走上了人生最高享受这条道路啊，这个路是方老师告诉我的，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走法来，不晓得怎么走了啊。张家大师是很干脆的跟我说，你可别去做官了啊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做官是个好官呢，清官，你的手下贪赃枉法，你怎么办？这一句话真的把我吓住了啊！我能把我自己管好，没有办法管别人的啊！这手下造罪业，领导人要受连带处分的啊，还是要躲地狱啊！
啊，所以我接受了，我想通了，这条路断绝了。啊，我问大师，我说那我怎么办？他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所以我出家学佛这个路他知道啊，而且还很奇妙，告诉我发心出家学释迦牟尼佛，你不要去找法师给你剃度。我那我怎么出家了？他说你要找个老和尚剃度，那个老和尚不答应，你会不会感到很难过？是啊，啊，是呢，那你就不能找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求感应啊，求佛菩萨给你安排。真的，真的啊，所以我就不找人剃度，不去跟这些和尚碰头啊，求佛啊，有感应。我在出家之前一个月非常明显的感应，我告诉同学们，我说我出家的因缘可能会成熟。他多久？我说不出半年啊，一个月之后啊，台北灵济寺的住持心悟法师派个人来找我，劝我出家啊，到灵济寺出家。好像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他这个人来了九次，我看得很诚恳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不是三顾茅庐，九次啊。啊，所以我就跟李老师报告。李老师，你怎么人家一劝你去了？我说不是，他来了九次了，啊，最近这两个月来了九次，很诚恳，啊，所以他来找我，我就提条件了，我出家不做金蝉佛事，啊，我在李老师这里学讲经，我出家希望的时候能讲经教学。啊，走释迦牟尼佛这个路子，统统答应。可是我还没有学成完全成就，我每一个月必须到台中住一个星期。啊，寺庙常住要负责我交通旅费，啊，统统答应。啊，我是有条件出家的。啊，不是说出家一定要随从的，我不是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张家大师教的。啊，受戒了，我没有钱呢、啊。那个时候受戒收费呀、啊，啊，在当时那个时候，受戒收500块钱，那500块钱很大了，在台湾呢。啊，50多年的时候，那个500块钱很大，我到哪找钱去？啊，很多人去报名去参加了，我没动念头。啊，有一天碰到周邦道先生，他是我在家时候的校长，抗战期间。我在国立三中读书，他是国立三中校长。啊，遇到我，哎，他说你出家了，两年了。那个什么霸都传戒，你为什么不去、啊？我说没钱呢、啊。哦，他听了好，他在同学会里头宣布，同学们大家凑500块钱让我去受戒，全部都是随缘，一点都不操心。啊，这些呢，得力于张家大师教诲。啊，一生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全是佛菩萨安排的，
所以我对于一切境缘以平等心来看待啊，而且什么通通对我有利啊，顺境来考试看我有没有贪念啊，没有贪念通过了，逆境呢看我有没有嗔恚，把我那个贪嗔痴慢疑在境界里头磨光啊，不经历事这事件的时候你到哪里去学习啊？所以我们对于啊恭敬赞叹的人，恶意回报甚至陷害的人，都起恭敬心，都感恩啊，感谢他来对我的考试我关关通过啊，心平气和，没有受境界的波动影响，好事不是坏事啊，回报障碍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啊，所以我们讲经这摄影棚旁边供着消灾牌位，都供他们啊，我感恩。我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感恩了。啊，记得安身立命，要靠教学，啊，要靠老师。啊，没有老师，我们是迷惑人。我们在人生的方向一定会走错路，一定会造业。啊，所以老师的恩德怎么报？我们真正学好了，就是报老师们。啊，创业起家也是教学为先，这修身呢、啊？创业修身是第一了。中国古人说：“子不教，人心坏了；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”所以中国人重视家教家学啊，但现在全没有了啊。那么现在家没有了，社会也乱了啊。现在社会什么形式呢？有企业，有团体，这种企业团体就是古时候的家啊，所以现在一些老板学管理，管好了这家就起了啊，有秩序，有德行，有纪律啊，整整齐齐，他不乱啊。但是一定要用伦理道德去教啊，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胡晓林学佛了，这几年我就劝他，你来带头做个榜样。他经营一个小企业啊，用弟子规，用感应篇，用十善业道啊，落实在你这个小公司，从你这个董事长到下面的员工，人人都学啊，他接受了，半信半疑啊，不，他对我很尊重，他就他试验，用一年的时间做试验，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啊。如果一年行不通了，那么第二年再回去老办法啊。他就一年做，效果做出来了。公司过去那些章程规则统统不要了啊，整个公司是一家人，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每个人都把事情当作是自己事情，认真负责啊，做得非常好
啊，所以他就不悲观了。每天处理公司的事情，两小时都多多的，多余啊，所有的时间他就读经拜佛。过得非常充实，非常快乐。啊，过去那些商场的习气毛病统统改掉了。啊，所以他有辩才。啊，他出来讲演，没有人不喜欢听的，完全是他的经验的报告。啊，他真做到了。所以非常感动人。啊，他讲的东西不是理论，啊，是他实际啊学习的经过，啊，完全是事实真相，啊，所以家企业，这个企就是企业公司，啊，真起了教学为先，啊，从谁教起呢？从自己教起，啊。自己不把自己教好，不能教别人。啊，中国古人说：“善先人者谓之教。”啊，善是好，善行，善行，善事，啊，坐在别人之先。让别的人跟着你学，这就是教，叫上行下效啊！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公司老板不是自己做起，你就全盘失败啊！所以胡晓林的成功，他从自己做起。自己先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落实了，真做到了，啊，影响公司的员工，从上而下，啊，影响公司几个经理，啊，几个带头的干部，啊，一直往下影响下去，在家庭也是如此，啊，感动了父母。感动了兄弟啊，家庭里面问题很多，到后来家庭没问题了啊，人人承认胡晓林是孝子啊，对父母能尽到孝道啊，父亲父母老共产党员啊，根本就不相信传统这些东西的，不相信佛法的。到后来看到胡晓林180度的大转变，啊，对他们真正尽孝，他才知道，说你从哪里学来？这个太好了，传统文化。所以这个老人呢，在他朋友当中宣传传统文化好，把我儿子改变成顺顺服服。啊，以前是个逆子，啊，真叫打爹骂娘的，以前是那种性质。以后见到父母，能够下跪，能够伺候父母。啊，父母生这个父亲生病，24小时不离开身边，就照顾的无微不至，这样非常感人。啊，就是这个东西真好啊。啊，问的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古人说：“虽有过也，不教不服啊！”啊，从前国就是侯国。这个三代的时候，中国没统一啊，诸侯王，你看周朝历史上搞记载的啊，那个时候有800诸侯，
那就是800多个小国啊，是部落啊，小国甚至于只有一个村庄啊，啊，面积120里，那它是一国。不教什么，人民不服你。那现在这个国，我们就比喻作公司、团体。啊，你有公司，你是个领导人；你有个团体，你是团体的领导人。你要教，你不教，底下不服。啊，所以教者政之本也。啊，你要想把政治办好，没有别的，教育搞好了，一切都上轨道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我这些年来确实遇到一些国家领导人跟我见面，第一句话就问我，啊，他很想把自己的国家治好，问我有什么办法。啊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只要把教育办好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教什么？要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，教宗教，是吧？一些国家领导人都有宗教信仰。啊，所以宗教教育不能够漠视。啊，为什么？宗教经典里面所说的都是伦理道德因果。啊，你能把这些东西要让这个宗教神职人员要熟读经典，要依教奉行啊，这个要第一定要要求，然后让这些人讲经教学。那讲经最好的方法，你是个国家领导人，你有权势把他们组织起来，利用国家的电视台啊，在最好的时段啊，现在所谓是黄金时段，大家都有空，都想来看电视，利用这个时间说讲经教学啊。我告诉他，顶多一年，你这个国家社会大治，所以要知道立国的根本全在教育啊。中国古代的政治可以说一切都是为教育服务啊。你看它行政体系，它的排列的顺序啊，宰相底下六个部，第一个是教育部，礼部是教育部，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。宰相有事不能事事，就不能上班，礼部尚书代理啊。那么佛教的教育、道教的教育，皇上自己亲自抓啊，这历代的皇上抓的啊。所以宗教教育比这个儒家教育传播面大，影响要深。为什么？皇上亲自抓的，中国人崇拜皇上啊。所以宗教的建筑可以盖宫殿式的
啊，跟皇家一样，为什么？皇帝的老师啊，这是特准的，民间不可以盖像皇家宫殿的，不可以的啊，这只有皇亲，所以封作亲王、封王的特别准许的啊，否则的话不可以。啊，这是教学重要啊！啊，如果不知道教学，这国家有问题。啊，建立国家，军民是领导人民，这个军当领导讲。啊，用什么领导？用教学。教学要以身为则，啊，先是身教，而后是言教。大家相信，如果你教人做，自己做不到，别人不相信，啊，那你教学失败的。礼义之邦啊，也是教学为先呐，啊，这就是教育。说得很清楚，人人明理，人人从义啊，每个人心目当中遵从的义啊，这是人类行为的规范。啊，公司行号老板领导人先做表率，你的员工就会跟着做啊，义者义也，或情或理或法，这叫义啊，面面都古道啊！啊，中国自古以来称之为礼义之邦，中国人明理，中国人讲义气，就是讲道理啊，讲情理法，面面周到。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礼义非常重视。啊，礼是人与人之间相处行为的标准。啊，不能过之，也不能不及。啊，超过啊，譬如现在的礼节，最敬礼是三鞠躬，你四鞠躬就显得你巴结人，两鞠躬呢显得傲慢啊，所以规定三鞠躬，不过不超过也不能不到，这就最好的啊，大家都守礼啊，都守规矩，稳定和谐了，这是现在整个世界迫切需求的啊。中国古人说，子不教人心坏了，人不学，社会乱了，灾难兴起了，这是因呢。
不稳定，不和谐。今天的稳定跟和谐都是表面的。里头不和，里头不定，这个里什么？思想、观念、情绪、知见，没有办法达到稳定和谐，怎么办呢？要教。还是要回去找老祖宗，老祖宗那套东西真管用，能让人心恢复到安定和谐。把内心里头不能够安定和谐的因素，统统能化解。神学能做得到，科学做不到。科学只能改变外表，不能改变人心。宗教教育跟圣贤教育能做得到，国风民安，教学为先，这是大家都期望的。国风不仅是资源丰富，最重要是德行，道德丰富，物产自然丰富。为什么？古人说，佛说，现代科学家也说，说境随心转，人心好，一切都好，人心不好了，灾难就频繁。怎么样把人教好，这才是第一桩大事业。下面太平盛世，教学为先，这就是世界和谐。联合国干的事情，联合国主要的任务，就是希望在地球上达到太平盛世。太平盛世一定要晓得真教上德，正直教化要崇尚道德，什么是道？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存于心是道，行于事是德。我们明白了，这道路我们认识了，我们开不走了，这就我们得到了。认识之后要真干。政治要走轨道。道德是轨道，教化也是道德为目标为方向。长治久安呢，教学为先呢。这是人们，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，是古人今人，没有不希求这两桩事情：太平盛世，长治久安。都要靠教育。
道德仁义礼，我们简单说，这是道之本。仁义礼智信是德之本。要想太平盛世长时久安，政治不能违背这个原理，教学不能违背这个原则，这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老师。古时候为什么能做到？就是尊师重道。老师过的生活很清寒，为什么？他不从事于生产事业。古时候的老师不收学费。教人要收学费，那等于做买卖了。中国的社会在古时候做生意买卖赚钱的，是社会让人看得最低的。看得最重的是读书人，读书人明理，没有贪求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愚痴，是社会大众的表率，所以国家尊重他，人民效法他。古时候帝王尊重老师，帝王跟一般人见面，所以南面呢，皇上坐的位置是北面，北面是上方，南面是下方，见面是南北了，接见大臣人民，但是对老师不是的。老师来的时候，皇上不能够用南北这个礼来接见，用东西。老师站在东面，皇上站在西面，西面是主人，以宾主之礼接待，不敢用君臣。皇上对于教书教学的人这样尊重，教学的人虽然每一天生活很辛苦，他也得到安慰。社会大众普遍尊敬他。他是一般老百姓有了纠纷了，请他来判判理，他等于说法庭，法律顾问，劝劝几句话，大家就化解了，纷争就没有了，用不着打官司上法庭。排解纠纷呐，他对社会有特殊的贡献呐。皇上懂得这个，尊重老师会有这么大的效果。那今天是不敬老师了，那就麻烦大了。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这个是天下大乱的根源。所以我们今天讲怎么挽救啊？一个孝，一个敬，把这两个字端出来，天下太平了。根呢？孝是根呢，敬是本呢。万物都从这里滋生的，叫万善从这儿发生的。
你不抓根，抓住根本，你怎么办？啊，所以太平盛世长治久安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我记得我跟马哈迪长老第一次见面，那是他退休下来两年。啊，这是一个政治家，在位时间最长。他统治这个马来西亚22年，啊，是一位大德，是一位长者，啊，是个好人。我们变成好朋友了。啊，第一次见面，他问我。这是法师，你走过很多地方，你也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。他说：“你看，这个社会还会有太平吗？啊，就是还会有和平吗？”语重心长啊！啊，我当时回答他。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，世界和平就出现了。他说哪四桩？我说第一个，这个世界上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；第二个，政党与政党；第三个，族群与族群；第四个，宗教与宗教。这四桩事情都能做到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世界和平就出现了。啊，他听了，非常严肃，说不出话来。我们沉默了五六分钟，我然后再告诉他，我说是难，非常难。非常棘手，但是如果从宗教下手，能办得到。那为什么呢？毕竟今天的世界，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还是占多数。如果宗教能团结，宗教能互相学习，啊，能起带头作用，它会影响政治，影响政党，影响群众，啊，会把安定和平恢复过来。我这个话，马哈迪长老听懂了。啊，不是没救啊，有救啊！啊，宗教团结那个时候。我在新加坡做出来了，啊，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啊，我陪同他们到中国来参学，啊，做出来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党史，党的象征还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再看佛教，诸佛报土啊，教学为先。为什么诸佛他的土多好？什么原因？没有别的原因，教出来的嘛，天天教嘛。啊，释迦教学。教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苦从哪来的？苦从迷来的。因为你迷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
很多事情你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干错了，麻烦就来了。啊，乐从哪里了？乐从悟来的，一切都明白了，快乐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苦乐是果啊，迷悟是因啊。啊，佛怎么样教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？啊，他就用教学。啊，他知道用破迷开悟。啊，用什么手段呢？用教学。啊，落实在教学上。所以他一生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。79岁圆寂。一生讲经教学49年。没有一天放假。啊，天天教啊。啊，最现实的社会大众啊，最期望的，我怎么样发财？我怎么样才有智慧？我怎么样才能健康长寿？这个是超越族群、超越宗教啊，谁都要求的啊。那么佛菩萨教学，他就开头就叫这三样。啊，你能得到这个甜头了，你对佛相信了，啊，然后更上层的慢慢再教你，啊，先满足你的欲望，啊，真能得到啊，啊，教你三种布施有三种果报，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。无微不施对健康长寿，真有大道啊，这大道理啊，一点都不假了啊。世间人富贵人都是过去生中修的，不是偶然的。那我们这一生这个富贵得不到，受的是贫贱身，这什么原因？过去没修，不能怪别人，怪自己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能不能改进？能。我现在拼命好好的修，就能改善我们未来的环境。啊，这个事情我非常相信。为什么？老师教我的，我就真干。果然没错啊，财布施，没财，没财也布施啊，一毛钱一块钱的布施啊，恭恭敬敬就修布施啊，真的得财富啊。啊，那么得到的呢？老师教给我，还要是不要留。跟我说，中国人讲这个钱呢、啊，叫通货。啊，通是什么？要流通，像水一样，要让它流通，不能堵塞了，堵塞就没有了。啊，那堵塞到泛滥的时候啊，那你就遭难了，就不可以堵塞，要流通。啊，教我有多少是多少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别留。我听话了，做实验了，实验了60年了，真有效啊！啊，夫子说的，切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。啊，他那个境界，我体会到了。
那我七十以后啊，真的想做事，想用钱，随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啊，他就来。啊，我也用不着去张罗，用不着去化缘，一生没化过缘。啊，这是诸位同学要记住的，拿我的名义，或者拿我们学会的名义要去捐款干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决定是假的。我们一生不见道场。啊，有人说我见道场，没这回事情。一生都不见，86岁了还干这个事情，那我见了之后，我很快就死了，给谁啊？没有这个必要嘛！啊，干什么事情，只要是要钱的，全是假的，啊，全是欺骗的，啊，千万不要相信。啊，还有人说我不要钱。啊，学会也不敢要钱，说胡就是要钱，更是胡说八道啊！你看他们真会想啊！啊，胡就是不要钱的，他是个有钱家庭出身的，啊，他怎么会要钱？哪有这种事情？啊，我们有困难问他要钱。啊，确确实实这么多年，我们尤其在国外做很多活动，都要花钱。啊，联合国办一次活动，我们上一次2006年办一次活动，每斤200万。啊，明年如果要再办，我估计肯定要涨价了，啊，至少要300万以上，啊，那些人来找我去办活动干什么？我这里有钱，他们没有钱，他想办办不成，啊，我的钱哪里来？没有别人，最后不得已的时候，我就问胡就是要。他肯发心了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这个布施每年施得很多，好像银行存款没有少过。哎，他怎么没了？又年龄增加，他什么事业没做？啊，他那个增加是银行里面帮他做的。帮他钱币兑换的，还有股票什么的，搞这个是银行帮他做的。啊，他自己一点不操心。啊，好像年年都保持这个水平。啊，这什么施暴嘛，肯布施嘛，肯布施不干事情，他银行钱都在涨，奇怪。这不可思议呀，这果报不可思议啊！遇到这个银行管钱的人啊，他们有这些方法帮助他。啊，所以三种施，三种果报，福德功德要搞清楚，着相就是福德，不着相就是功德。世界上所有宗教家的教学都是好的啊！宗教里面第一个讲爱，深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啊。佛家讲慈悲，伊斯兰讲真主，确实是仁慈啊。所以宗教教育就是爱的教育啊，是和平的教育。这我们都认识他了，所以诸佛暴徒教学为先。为什么诸佛的暴徒那么好？他天天教，佛在教，
极乐世界教学为先。那我们修净土啊，天天在学无量寿经、阿弥陀佛的教学，我学了几十年了，我肯定他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道德，圆满的心智，他是大圆满的教育，为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称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学教学为先呢，一定要向阿弥陀佛学。啊，他做得最好，做得最成功。啊，仁义礼智信，这是无常，是佛门的无界，常是永恒不变。啊，这在纲领上，它是最高的指导纲领。叫什么？叫仁，叫义，叫礼，叫智，叫信。啊，足球名在《左传》上说：“人气长则妖心。”啊，人如果把这五个字丢掉了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知无信，这个社会上就变成妖魔鬼怪，就变成大乱。中国古人有所谓：“设道而后德。”啊，道是三皇时代行道。啊，道失掉之后呢，有德，无地行德。啊，设德而后仁，仁就是你看仁义礼智信，就回到这里来了。这个是三王夏商周三代。啊，人没有了而后有义，义我们在春秋时候看到。啊，春秋战国的时候还讲义。义失掉之后啊，这就说礼。啊，从汉，在中国历史上从汉到满清是以礼治天下。啊，礼是道德最后的底线。啊，设礼设掉呢，那就天下大乱了。今天人不讲理了。啊，人心本善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我们在汤池实验证明。而且证明人是很好教的。啊，但是人性本善，习性不善。那么教呢，就是令习性能够合本，这是身教啊。啊，本善就是佛教里头讲的佛性。啊，中国古人叫本善，啊，性本善，在佛教称它做佛性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对佛有个正确的认识，啊，千万不要把它意思会错了。啊，听到佛就害怕，听到佛就讨厌，就排斥，这是错误。对佛完全不认识，啊，佛是什么？我最后这一句解释，简单解释：佛是佛慧圆满具足之人也。
啊，福报圆满了，智慧圆满了，这个人就叫做佛。佛不是神，佛不是仙，佛不是魔鬼，啊，佛是个正常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想求福求慧，你不跟佛学，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福慧。啊，一切要从自己做起。啊，周书上有这么一句话：以言取人，人会说妄语，会欺骗你，人是己也。我们以行取人，我们要看他所作所为。啊，标准呢，就是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他跟这五个字相不相应？相应，这好人，这是君子，这是贤人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态度去取人呢，人认真干呐。失言无用啊，那假的。戒行有成啊，鼓励这些人向善，认真去做，他会有成就啊。中国古老儒家所说的不学神问生死明辨，这是言也，这是言。度行呢，那是行。所以言无功啊，会说不能行，能说不能行啊！啊，行者有正义也，这佛家讲，你真正肯干，肯落实，你就有正果，啊，才能真正得到利益，啊，所以这几句话最后用来勉励我们自己，勉励我们的同参道友，我们要正干，我们不能够。只说不做啊，我们得的是虚名，得的东西是假的，我们要真干，我们不要这些虚名，我们要实学啊，这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，也能够帮助别人化解灾难啊，提升境界。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就以这一点点呢供养我们四众同学啊，希望我们认真努力，把传统文化落实，把大乘佛法落实啊，自利利他，功德圆满，谢谢大家啊！祝福大家健康长寿，一切如意。